荣幸小铺今天请到了一个助理，我来将帮大家拍更多的示范片，已经把包装用得更完善，已经品管会做得非常的好。这是小铺的第一个比较正式的助理，那今天我们要欢迎他呢，应该要表演一个魔术最新要跟你们介绍的一个产品，非常的好玩。整人当然是最棒的道具，为什么呢？在一个袋子里面养了一只宠物，我们只要把它打开呢，它就会非常的刺激。待会怎么整它呢？请看 VCR。